好啊。对他来讲，食物是最重要的。这时候他会最兴奋。好，来，好，来。花花还小，不到三个月，现在最黏人了。你看，一吃饱饭，然后不想玩的时候，就坐到我的大腿上了，很可爱。花花很小只哦，你看我的手，看就知道它很小只。哎，它的手掌的是又黑又白的混色的哦。转得过来吗？来，转过来看一下，有没有？中指是白色的，太困了，你看，恭喜恭喜！花花想吃我买回来的那个东西，结果他就套进了购物袋里面，就随身携带购物袋。然后 Snow 在上面笑他，姐姐在上面，他哦解脱喽，恭喜你解脱。他想要拿给我啦，他想要让我抱。